红衣小女孩至今仍是个无解之谜。当年耸动一时的影片拍摄地附近有个知名游乐园，在荒废多年后，许多诡异传闻不胫而走，甚至被试胆夜访团封为“魔鬼卡多里乐园”。小姐，请问你在山上有看到这个女孩吗？ 贵阳公公，大家不要投降，这是魔神来的话。他为什么要利用我？为你的执念最深。拜托你帮我找到我女儿，你不能抓走她，她还小，抓紧她，这样才能救。 Thank you.